天蝎座是一个心思缜密的星座，同时他们的一大特点就是擅长守密。所以凡是他们想要保守的秘密，那么你就不要想从他们嘴里得知真相了，因为那只是白费力气。而且一旦当敏感的他们察觉到你在有意打探他们的隐私，那么只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，同时在他们心里还会对你起防备意识。而且内心有些强大的天蝎在说谎时也会表现得非常镇定自若，所以想要识破天蝎的谎话实属不易。而且若不是与他们相处很久的朋友，应该很难发现他们说谎时的细微变化，因为当他们在说谎时，他们也同平日里一样的镇定，几乎与平时没什么两样。但是了解他们的却不难发现，当他们说谎时往往会语速加快，想要赶快结束这段话题，甚至让人看起来有些搪塞。而若你对他们产生质疑后，他们内心的不安与忐忑则会渐渐显现于面部，变得有些不自然。所以即使天蝎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镇静的星座，但面对最了解自己的人也是会露出一些心理波动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